技能也不看，跟你玩玩两把有关系吗？怎么没关系呢？我看啥技能啊？我哪个技能不知道啊？我看技能干啥呀？我都知道技能啊。我不知道的技能我看一看行，我知道技能我看啥呀？我宁折不弯。我就不说别的了，兄弟，你啥分段啊？说我抄作业？那你说你连抄作业抄你都抄不上钻石的人，你给我在这说啥呀？吉祥，AI 程序那我只能两星成双了，小天才吉祥物，我会弄得看起来很轻松。其实我想玩把船长，这露露是否是有点多了呀？超级英雄就仨人，船长是什么玩意儿来着？那小可爱可能是小骗局啊，三个会给人造一个装备，冷了吧，不要了。
啊，已经有人玩船长了，那算了吧。不过我现在应该是无敌了。拿流啊，拿流吧，吉祥物啊，流是吉祥物。别管啥，拿个铲子肯定是没啥问题。来把八吉祥物，一二三四五六，一共就六个呀，八个是不是费点劲的？上流，上流没伤害了。拿西维尔，西维尔不拿了。下边上个流就完事了。小天才，黑客。黑客里姆是个什么玩意儿了？银马吗？来六个吉祥物，补一个日女儿。吉祥物能搁这儿搁这儿跳舞。我们好像是要无敌了，狗头鹰能叠扣就好了，我给他来点装备。我随时能咬到你。能叠，叠个粑粑叠。海瑟斯能叠呀，行。扔了。谢谢被主播暗恋的帅波，谢谢帅波。还是上流吧。
我得来个主 C 呀。我这吉祥物没有主 C 呀。对呀、啊，你这输出没有啊？纯吉祥物没有输出。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哎，为什么第二个不是英雄？日炎没用啊，炉灯吧，挂左一啊。好，我们进来了。一擦，给了个银血剑。给你吧，我失去耐心，差一块钱怎么的？左一能 C， 那就上法宝。我受不了了，我忍不住了。石头人咋不减速呢？啊，下护甲。几分连胜啊？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？大半没了，爱心使者。喂，哎，嗯，能。可以提前，行，好嘞。Ugh!
个亿该还了。一个亿该还了。吉祥努努拼多多，艾克牛努努风女安妮佐伊优米嘎聊，仅供参考。你别参考，我就按你这来了。今天吃不了劲儿就赖你。就按这个兄弟的来了啊，该现身了。淘气包，给的装备都挺有用的，没什么用。哎呦，咋办啊？无尽也可以法术暴击，我知道呀，但是他给的是攻击力呀。偷偷给谁呢？没有有用的人儿啊，关键的狗头。哎呦我操，这妖精一顿突突。哎，我觉得左一给点鬼叔也行，还好给了狗头银装备，要不然好像赢不了。买宝袋啊，买宝袋吧。巨杀呀，巨杀，要给鬼叔行。蓝 buff 不太需要，左一蓝条太少了。
知道该怎么做。找一张弩弩，温泉上酒，上酒。艾克吗？这是艾克，艾克换头狗。哦，可以啊。或者换个石头人也行。算了，换石头人吧。拥抱你的恐惧。哎呦，我这阿尔卑斯行啊。弩弩啥意思？弩弩就是炼金。我现在就差个弩弩换石头人，然后还差个谁来着？刚他说还有个谁，我忘了。推血球，露露换螃蟹 ，OK。努努装备一会儿再说吧，看看啊有没有他能用的。蓝，给个蓝试试吧。
抽出来三块钱。偷了个手套，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不让辛德拉，声音口上辛德拉，完了。这是九级吗？这是不是未免有点有点不太应该呀、啊？我们是不是无敌了？把螃蟹可以换成辛德拉。战斗中获得更多的法力值，然后螃蟹换辛德拉，辛德拉拉螃蟹。吉祥物，没什么用。这拳头是什么玩意儿呢？不知道拿啥呀。斗士吗？哎，我这家感觉质量好高啊！他多少个人？怎么感觉他十个人啊？哎，武器大师啊，有水银不吃控。不过没用，他是个弟子。我们应该是无敌了，兄弟们。你会尝到牛角的滋味。别急呀、啊，那佐伊那刚才不没看见吗？把他你很急吗？佐伊才是要被削的，佐伊伤害确实有点高啊，他怎么这么高伤害啊？他这个技能基础伤害有点高啊。哇，三星王吧，
啥也不是，我以为你挺厉害的，纯弟弟嘛。该怎么做？追个三星螃蟹，我就一只螃蟹，你让我追三星螃蟹，你最起码你给我个妮蔻啥的呀，我就一个，你让我追三，你在开玩笑。我觉得我有，虽然不知道是哪来的重伤，但我觉得我有。你们觉得呢？粉卷还想追三是吧？试试呗。追白不追？追着玩呗，反正也没东西。两星螃蟹，妖精散了，那你咋不捏呢？那你不死了吗？那你没空捏了，下把捏吧。干嘛？你不会想追三吧？这是开玩笑啊！不是你六个你也想追呀、啊？你这追些什么东西呀、啊？你这是搞笑！三星日女，才六个日女，他要追？他连六个都没有，好像他好像是五个。你要说你七个，你八个或者七个，你追他吧，这他妈六个他想追，完了我游戏没了吗？完了，完了，去。
啊。